我妈常说，人最幸福的事儿就是吃饭。而比吃饭更幸福的，那只能是李哥。嗯，我就说这家还行吧。嗯，好吃好吃。那只能是朋友请吃饭。哎，我还知道一个羊肉馆更绝，改天咱们去吃。别改天呀，就明天。不行，现在就去吃。走走走走走，走，我饿了。带着对美食的向往，也带着对朋友的信任。哈喽，我和我的饭搭子踏上了一场六个城市的蹭吃之旅。冲呀！哇，王爷！哇，这虾也不错呀。好吃哎！好吃。朋友请吃饭，我们到五。哈。我没吃过淄博烧烤，不需要请。嗯。这吃出汗得，吃着吃着快炫完了。还是得吃点辣的哈，火锅川菜，巨好吃。世界歌王，乳鸽，乳鸽，我的爱。天哪！这一趟我们要吃出个挖地三尺，开吃过掌。最好吃的。哇塞，这是从家里开出来的吗？这藏的有点深啊。这相当深啊。家里面。好好吃的样子啊。请问一下，哪里有面茶呀？就前面一点，没牌匾，这都能找到这家店也是有点不容易。吃出个非同凡响，有滋有味。嗯，哦，非常的鲜嫩。哇，嗯，我这就去吃。也吃遍这城市烟火，人生百味。我爱吃灌肠，这因为我搭档特别爱吃大灌肠。你多吃点，饿了吧？啊，不是。我第一次跟他来武汉的时候，他带着我去吃，现在就让我带着他吃的意思。加油加油加油！又有就是回到熟悉的感觉了。其实现在吃的次数真的是越来越少了。哦，小白，他跟你小白。朋友请吃饭。广东真好吃。我没有想到我还可以录这么爽的节目。朋友请吃饭，谁要请我们吃饭呢？就别让他们直接就上去就吃，是吧？就想点小损招，咱们得难为难为他们。北京城站着吃的小吃。北京城站着吃的美食是什么？他如果真说个什么东西，咱们还真得去吃。冲冲！那可多了，我一时我也说不上来。您平时外面吃不吃饭？不吃饭，不吃饭，不可能。你这么着，你给我们俩转一个那个餐费，我告诉你那个答案。我不。涮肉在那个，我想的是火锅店。涮肉对吗？站着吃。涮肉来了，生日回去喽！啊，一个。不会就是这个吧？感觉就是这个。你看，我们选对店了吧？是不是这家店？你这位先生要买单了。这个哥哥要买单。谢谢。因为迪哥买单，迪哥买单，迪哥买单。开一下发票好吧，德云社。感觉这个挺好吃的，好香啊！开吃开吃，怎么反客为主了呢？就是一口咬下去，嘴角撕裂。朋友请吃饭，朋友请吃饭，冲呀！哎呀，有点无聊，干脆我们去找那谁，找他串个门，打个野。那谁是谁？就那谁。哎，你跟我来就好了，保你吃好喝好。行。哎，不敢相信，这个很好吃。服务员要疯了，那立刻又可以吃了，绝美绝美。哇，真的好酷。我的大选特选，喜欢吃肉，一天了就东西等着这顿，真是了。朋友请吃饭，冲呀！朋友请吃饭。
Wow.